虎扑十月二日讯，今天火箭球员詹姆斯·哈登、PJ 塔克和教练麦克·德安东尼接受了记者的采访，谈到了训练营的情况。我们的第二阵容，哈登说，他们一直鞭策着我们，我们做得很好，一直保持着高水平的竞争，推动我们继续进步。明天会是一次很好的检验，因为这次我们将是一个整体。谈到训练营里最突出的方面，塔克说，在了解了我们的战术意图后，新人们真的很容易就融入了体系，甜瓜表现得很棒，詹姆斯·恩尼斯也很棒，迈克尔·卡特·威廉姆斯也很棒，所有的新员们都表现出色，他们是训练里的亮点。迈克尔·卡特·威廉姆斯星期天表现出色，德安东尼说，这很好，我之前没执教过他，加里·克拉克打得也不错，显然我以前也没见过他打球。马蒂斯·克里斯是一个很有天赋的球员，布鲁诺·卡伯克洛一直在努力，我们有很多球员在训练营里表现出色。